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哎呦，不要装了啦！不可能真的心脏病发吧？哦，没有啦，只是输了心痛而已啦。哦，不要装了啦，该有的惩罚还是要有啦，去换装。哦，好了。刚刚像小屁哥这样子，哦，心情一激动，马上这个胸闷、胸痛，甚至心脏病发，有没有可能？当然是有可能，大家一些新闻应该也都有看过吧。那当我们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啊，交感神经活性会上升，哦，你血压会跟着冲高。那如果你是平常心血管健康，哦，就没有在顾的人，如果这个冠状动脉啊本身就有一些阻塞，或者脑血管比较不好，有一些阻塞，有时候你情绪一激动，心脏这个血管马上堵住，哦，心脏病发，血管堵住中风，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哦。那像这一类的心血管疾病啊，每年有超过1800万人因为这样的疾病而死亡啊，占全体死亡人数的超过30%。除了常见的心脏病、中风之外，还有像是心律不整啊、心脏衰竭啊，是非常恐怖的。我好了。好的，让我们回到小屁哥的惩罚现场。哦，好了。喂，哇，这任意门也太酷了吧！连身上衣服都一并换了。这个是哥，你的惩罚呢，就是要绕着公园跑一圈。公园跑一圈，哼，小 case 吗？啊，神速小屁哥准备开始跑了，哼。好的，各位，小屁哥目前已经跑了将近1/3了。那许多人呢，在网络上问小屁哥啊，哎，小屁哥，新闻上有时候都会报道有人跑步跑一跑就猝死啊。像跑步这一类运动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的，可以预防一些心脏病的发生啊。其实啊，跑步的时候发生的猝死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心因性猝死啊，如果是这个中老年人家，大部分都是心肌梗塞造成的。那如果呢是像一些年轻人，年轻人有时候35岁以下就要小心是不是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的问题，例如说这个肥厚性的心肌病变啊，这个长 QT 的症候群啊，这个多发性的心律不整啊，不好喘，这个都有可能会造成跑步跑到一半猝死。那像以上这些状况啊，都算是非常少见的个案，所以大家不需要因噎废食啊。哦，只要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心脏疾病的家族史，哦，或者是你心脏检查过哦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，运动对身体都是要非常好的。那就是要掌握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，哦，不要一开始哦就太剧烈，把自己的心脏操到爆炸哦，这样子风险就比较高。就循序渐进，慢慢的去训练你的心血管哦，这个对你的健康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哦。好，那越来越喘了，我们就继续把它跑完吧。终于到了，这是什么？好喘！哦，天哪，心率已经超过160了。这什么形状啊？看不懂哎，我们回去问苍狼哥好了。我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坐。哦，这什么啦？爱心。哦，该不会你叫我在外面跑个20分钟，消耗200多大卡？只为了要跟我表白吧？哦，三八呢？白痴哦！你长这样子，谁要跟你告白啦？哦，我不是都长一样吗？哦，啊，你说那个心血管疾病啊，这次要怎么预防啊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只要戒烟、规律的运动、维持健康饮食以及做好体重管理啊，其实我就可以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到最低啊。但是这些都是知易行难呐。你刚刚跑步啊，这个平均心率133下，最大心率啊176下，哦，消耗了230大卡的卡路里，不错不错，有机会可以减肥哦。那这个数据要怎么判读呢？通常我们讲一个最大的心率，我们会拿220去扣掉你的30岁这个年纪。所以你生理上的最大心率是190，那你刚刚的平均心率133下，我们拿133除以190，就代表你这个心率区间哦达到了你最大心率的70%，这个数据还不错，可以非常有效的训练你的心肺功能啊。所以利用这样子数据的监测，你就可以得知你每次运动的强度，进而监测你的身体健康，持续不断的维持运动习惯，那以及持续的监测自己的体重，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不二法门。